心疼你的啦。我还要照顾你啊，我那么爱你啊。不，明明是我最爱你了。么么么，凭什么是你？明明是我最爱你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就是我最爱你。哼，凶什么凶啊？你再这么凶，小心我嫁给你啊。你嫁呀、啊？嗯，谁怕谁啊？哼，嘿，那天我骑着我们最爱的草原野兽伊丽莎白摩托儿，在美丽的草原上散步。我慢慢地扶起倒在地上困倦的他，当我们正准备驱使他时，哦天哪，我的宝贝，你还没有休息好吗？他此时的抖动，他在害怕，他将我的对手震下了车，这样的行为很没有礼貌。我要安抚他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车头插进地里表达自己的情绪。这个贫瘠的土地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？为什么你要留在这里不肯走呢？终于他想开了，我们一起离开了这个地方。他变得开心起来，蹦蹦跳跳的，他格外可爱。看着这样的他，我也笑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